如果可以同女神拍拖，咁就好啦。我喺度影你。不过讲心有时都要讲下金，拍拖消费要量力而为，妥善理财先最有计。想同佢环游世界，又唔想之后要挨世界，打多几份工，定跟风投机高风险高回报嘅产品呢？谂深一层，理财有长远计划，才可以同女神长长久久噶嘛。我要同佢行更远嘅路。唔知道老咗嗰阵时，系早啲实行个退休誓约 plan， 保障生活同医疗唔使惊，咁就可以巧舍意咁享受我哋嘅第二人生啦。净系谂冇用噶，未来充满机遇同变数。上 moneymonth.hk 香港理财月2022网站学下点样理财，理财要实力，自己先增值。不如一起学理财啊！资讯由投委会提供。